前线炮火连天，枪口无眼，我有无数次奄奄一息，可我熬下来了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熬下来的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每每当我快要死了的时候，我就想着，我一定要先看到你痛不欲生的样子，我才能瞑目。那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 你两个选择，要么我杀了你，要么你混蛋薛东风，你要杀就杀，其余的誓不奉陪。咱俩的事最好你也忘了。 你要的东西，这薛老爷子真不中用，捉奸当场把自己气死，这下芳菲倒是没干净，还好有这张照片，他们薛家看到这张照片，肯定能让他死无全尸。那未免也太便宜他了。那你想，我要让他失去一切，包括这个见不得光的相好。 二爷，二爷您饶了我吧，二爷，都是方姨太，方姨太她让我监视，啊不，让我看着云莲姨太太。那你都看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，二爷您饶了我吧。记住了，以后要是敢泄露一个字，你知道后果的，滚！是是是是是。
深更半夜孤男寡女，六姨娘这么做合适吗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换谁受伤了我都会这么做。说，芳菲为什么会派人跟踪你？你应该去问芳菲，而不是问我。巧舌如簧，半夜三更行踪鬼祟，我现在怀疑你对薛家一头不轨，你所以才遭人跟踪。给我，和老爷子好一个伉俪情深，好一出念念不忘的戏吗？别没事找事了，薛东方。我马上就要上任江城的新任督军了，薛东风是你叫的，那恭喜你了。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，薛督军？六姨娘后悔当初离开我了。这些钱够你花一阵子，拿着，滚蛋！以后不要让我在薛家再看见你。这些钱还不够。家里都有点家底，没想到你这么穷。季连云，你不会真以为富贵的刘姨太这么好当吧？呼唤你，想着我靠近，不专心也已几个气。